张那么高吧，动作很灵活，你看吗？躺的地方还能打一下，这样吧，360度的话，子金你去看吧，子金 please。Thank you.
接着保持这个速度，他们又被打垮了，三个很难追进去。一般赢三个很难追回，因为已经被打垮了。他说第七，我就不可能了。他应该是第四，第四打第一，知道吗？他前四是第三的，三米八零，他应该第四打，他是第一嘛，他第二、第三。
大了。这次打的这个圈里面，分相当大了。
烤包里。这是烤包里。Thank you.